舰长，武器准备就绪。孤军舰长误以为连夜的是先知阁下。橘子，想爸爸了没？我们去看看他。申请进入悟道学院学习使用精神原力。宇宙原力道分为光与暗，暗已湮灭几百年。在某个时空，你的家人朋友正以某种生命形式等待与你重逢。暗，好久不见。离开帝国，离开大陆，接受极端历练，才能变得强大，有能力。进去，就我想在你身边一直一直陪着。欢迎回家。我的人你也敢动？先知大人，您笑起来可真好看。先知大人，生日快乐。先知大人，我可以成为您特别的存在吗？孤军舰长已成为暗之载体，先知阁下还在犹豫什么？计划不变，只是换一种方式来。在我面前，你可以不做帝国先知，可以恐惧，可以沮丧，也可以脆弱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橘子又要拜托先知大人了。这次又要去几年？这次我终身有托，归心似箭。橘子，我们走。涵涵，再多留一会儿啊。